但是呢，你若要来食饭，你才要要来上班，吼、哦。再问一遍哦，你若讲我今日要来，若是到要来上这个班，啊，我平常无来没有关系，啊，我嘛好闲啊。你个人我都感觉不爽，这个是须知。你也再无来也没有关系，吼、哦，啊，你也再来要会上没关系，但是要知道，哎，都是哎，共识，这嘛是确保电脑。好，这电脑不是带来大家安全嘛、啊？哦，你若用用无到如意，啊，大家想啊，大家有也到处听，结果啊，有发发生意外都唔知影，所以咱拢是爱控管，跟控管人数加是爱控管的，哦，那所以解虚知这个跟他们讲，他两节书法，以为啊，买把你要写你，哦，一点写，一写，哦，那所以会让他们写字，哦，然后来的午休时间啊，哦。他来的波尔写小故事，如今唱歌，好、哦、唱到歌。他来的波尔好写创意随想，那画面的课程好写的都是很活泼。例如画面波尔喜欢这边工作组，志工来讲故事，志工来教读经，志工来教唱到歌都可以。这时间是弹性的，然后再来咱解除了，本来咱是讲阿伯皮，这里阿伯看明月农田嘛吼，阿即摆听到两次老师在讲。就是讲，伊在对面有块田，哎，那个在哪？那个田在哪块？对，我们一块田地，我们大概就会切分，大概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买这个青菜费，它哪个是青菜头？因为刚刚自己喜欢呢，先是这样，我们切成好了。那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五是这等于谁？这哪呢？叫做陈美香呢，好、哦，啊，这个人呢，好、哦，叫做比如说叫张志雅的，好、哦，啊，大概他就是负责这一块，那我就是负责这一块，啊，咱就是来分东土啊，来土并轨，东土甲三土三轨了，各自负责各自的，啊，你是来要建厂，你帮我想要建建厂，在了，可以，我想要建建水果，在了，可以，你若需要我来。啊，就是每天早上哦，你看咱的老师在娱乐哈，咱的大概是，咱就是来做早晚哈，都是会去做。啊，以前想讲，咱要下去哦，把脚规只脚拢啊红烧烧啦，啊，再让两块骨粉安尼哦，好像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刚刚不用担心更多，其实老婆在一起处理嘛，也在改革，他也可以自己做，你的。那么要想要讲业绩啊，这个很重要吼。那个前两条吼，业绩啊竞争，啊这两个人来复习问题啊，啊在这里来复习这个老师都没有关系，就是放慢脚步，我们整个上午起来呢。啊，你讲到整个上午来，啊嘛，八点半到九点半的学生吼，啊来十点到十一点半在做身体健操。以前我就要再次强调，这个都是弹性的。你给他们健操，还是说来以后看的？好。其他真的来自工就是讲师，除非我们有另外安排讲师，但是目前除了植物的他们邀请那个高雄护理科的那个大儿子来教我们一起来干嘛哟吼，一起干啦啦种植。那你各位先讲，他是进阶上的料，给他表表叶啊补补的，他有的保啦吼，我们提供叶啊，所以以后这一个农田，这一次都做的跟那些很自然农法，主人呢？住在那种话，就是不需要的，无专业啊，会特别解多啊，所以咱想象也方便啊，好吧？也蛮好哈，所以那么是培养他们，让他们不管是自工也好，怎样，就是培养慢慢的去那个观念矫正。他现在你刚解出来，然后进那种太阳价，那种太阳价那免费哦，省气哦，那嘛财富在哦，那你在北方，好。对，这个是化学假设性想法会啦，可以走到这样。那当然，起初那慢慢想啊，谁起初啊就是教微微点，是啊嘛，轻而易举的变啦，轻而易举。啊，检查这个我们再来说，哈、哦，短期性就是先栽种。那看到的部分啊，那如果你讲哦，啊这物件超啊，干的是啊，比如讲的打扰了解杠杆啊，嘛是哦，各种的都可以教哈。化学有一个影片解答啦。背包蛋奶切好，我们会看每个老人，你的膝盖一样这么高，这么矮哦。啊，那各位姐姐就可以带他，就是自动力的是带伊看你，看一
小王压着点头摇头，听着对的，听着对的，还有看到没？很简单。啊，当然偶尔也在想两个片，老婆在那看，看一个的吼，看是对的呢，要有人带。所以你讲人要安怎穿，包括讲写字的运笔，哎，运笔啊吼，还有想着讲，咱道场只有几个浅显会写毛笔，那浅显看要写毛笔。喂，啊，哎，我现在，哎。你为了水，又无信心，哎呦，你才搞。
妈问袂了解的吼，啊，你有法度人袂比比我搁较歹吼，安尼你就是个正老板，你会当安尼吼增加他的信心有没有？啊，其实我们待会在言语上的技巧，这个没有问题啦哈。OK， 啊，那你看到底时间，那都是早上八点半哈，早上八点半来，然后我们七点就吃饱了，然后喽，吃饱就五点啦，台北公七点，还是对不对？五点就让他要回家了哈，我这样子始终穿透在里面，啊，所以可能会觉得说，我再讲的很困难，七点晚，七点晚，然后弄穿透脱掉，让他回家睡觉，啊，好。那阿那一课怎么准备了哈？好，然后我们大概强调我们尽量的饮食哈，这里马上各位先写，再次强调一下，你担保国三的课，在成立几单小团体呢？自工工作小团体觉得是有困难，因为进口团这里保不上还不到十个啊、那我们当时设计是大概在二十个，那目前看起来不到十个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让这个关怀小组会继续推动？其实后者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大家来吃饭。来看看小朋友，看看小朋友。阿兰作为名的喜爱符合营养哈，阿兰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惭愧哦，后者也努力不够哈，后者也是后者就是后者要再检讨一下我们的目前的那个营养师的规划表，目前只能拿到就是那个国中高中规划的那种。老菩萨目前拿到都是荤食，都是车呀，车呀车的，一起来里面换物件。营养师后学的转达，他们是说直接把它改成蛋嘛，所有肉类都改成蛋嘛，那就好。我最近早上跟你讲，看伊肉吧吼，你讲我有要加荤啊，加记得可能还是有它的困难点。最后学还是决定，后来我们就是用高中、国中打开这些清单哈，这个的营养成分表。对啦，这个会比较恰当一点。那你也刚刚说，哎，那里面我们大概会尽量怎样？尽量包括说我们的调味，或者今天会跟厨房组这边再做一个培训，就是我们就是不用味素。那个外面卖价钱，就是不用。哦，哎，价钱它有很多替代方案，后续会一一在待会做培训，会在跟那个我们厨房组这边，哦，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尽量朝它是健康饮食。那我要保证它，100%的无毒，但是至少是安全的健康，太安全太健康。那这个 Miko 组在帮我说，你看各位志工，你们只要今天来这边布置，小朋友们请，小朋友们请，连旁边那个团里的朋友来，可以，你的朋友来，他如果当天来当志工，马上请。但是今天来请回来当志工，也不会推广素食。最广泛的餐点很好吃，你看给啦，但是一个人哈、一餐住在一家两百块，就是我的，一样跟老师在是50块哈。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自动都可以在那边当回家，一个人多少？50块嘛，再说大礼包里面什么包啊？爱情哦，哪位包美妆可以？那哪东西加点好吃啊？有什么时候我有个老铁朋友要。但一样从这边带回去，一样都是50块。好、这样有清楚吗？加分哈，那、我们就是尽量让大家回来吃饭。你们有看有些水洗的装本哈，这个我们已经有买了哈、那个大家大概往后面看一下就好了。好，别看后雪有改变自己嘞，后雪新增手节，跳完还要彩虹的呀，还要抢火哎，绝对不能。跳完还要抢火。哎，苗浩然还要抢，没这样讲吧？也要抢哦，而且他也当帮他抢了，也当抢是对不？抽血是对干嘛？要是昨天要卖玻璃很重，不用搬，不用搬，哎，没有眼大，没有哪里重，真的。那病人那是花钱的呀，那个东西要做什么？那个东西的是在那开路箱，那么抽血得用三个字，抽血会贴三个字，叫做开路箱。飞龙，飞龙，阿峰没有关系，因为布施呢，力道有通，有讲我可以花不来来，我所以大家阿伟讲啊，我想要一个最济钱哦，那可是可以，
个香味嘛，哈、哦，所以要用开鱼香，哦，会把它，那两个泡有一个锅，你先先看好水跟你联络一下，哈、哦，这样。啊，开鱼香还没。当然啦、啊，因为我或者认为重布要先盖上去，重布点比较好，那个开布那两个至少不晒一点。没有关系，你这里那两只只是，在哪里那两只？重古典不是比较，因为我们的半道一直古典，其实它就是开路，任何的智慧啊，任何从这边开路。那 S 姐象征呀，就一哦，得一岛，那不得让我画画两张呀？那不是我们都一起交流。既然领导娘是只是说每天把钱收起来，但是这两年他还搞蓝灾，不蓝灾，他想要有欧啊，或许会有这些卖红灾公开。要让调味料的是在家，这嘛是确保嘛是住在佛堂里面进行的安全。那我打公交有在弄东西，那你是毕竟嘛，我在弄是几百块啊，当然我来广告也蛮花，这都不会怎样。加减那个危险嘛，那虽然我们买那个没有很重，它也没有什么，嘛是起码起来嘛，不过我干预的哈，那个也3600多哈，3603哈，3600。那个是属于那个保险箱，他宾馆开的保险箱，他以前打发给其他的不会写写，打发来写去，每天要收。但是这个东西既然放在工厂里面，那它的风险，所以后续不把它哦一块在哦这些有钱或什么的，还有小家底，那得自工把布袋装样，还是装来装样的袋。那平常就会把那个布啊，那个把它拿起来。这嘛是确保安全嘛，确保哪个资料的时候，确保假设有社会局的人来的时候，那好情况，看那个有什么情况，啊，那个